今天是2月24号，星期四，天气呢，是难得的阴天，但是在山底下呢，你可以发觉，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呢，应该是属于艳阳高照的日子，在山上呢，还是属于阴天。但不管怎么样呢，阴天总比雨天好太多了。那今天也顺便呢，可以下去好好的巡视一下，我们的一些农场作物到底有没有受损？毕竟已经接连的下了将近个把礼拜的雨，完全看不到阳光的日子。那今天终于可以看到远方有阳光吧？那算是一个好日子，所以还是要赶快去巡视看看咯。走咯。这是红肉李子，经过几天以后呢，这些李子花呢，也要谢了。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它没有授粉，如果没有授粉，那今年的红肉李子的收成呢，可能就没有想象中的来得好。但是希望这几天呢，阳光稍微强一点，让蜜蜂啊可以尽快来授粉，这才是最佳的解决之道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喽。这是水蜜桃的花，这几天下雨，它虽然没有掉花，但是呢，嫩芽已经长出来了。当陆陆续续可能还有一些花苞会开花，所以最近这几天希望这个礼拜呢，天气稍微温暖一点，让蜜蜂呢能够赶快出来帮它授粉，这样水蜜桃才有得采收。好了，再继续往前喽。